先生。那为什么这里比较贵？对啊，这里有两个雪场。哦。Thank you.
离开是吧？
没挂，有没有？
个建筑物后面。下去哦。斜的过来啊，所以我才吓一跳啊！然后你怎么这样整个冲撞？我没有很斜，我以为你在我后面。啊！吓死我了！因为滑得很舒服，然后到那里都很舒服。嗯。
你吗？不用啦。我跟你啊。就是一堆人那个。一堆人哪里？上面。我哪知道哪里有一堆人？回去冈纳吧。对，走了。你不觉得像在黄岛？对啊，这很大很宽哎。他这个钱比较有值，他的雪比那边好，比较划算。嗯，今天4000，昨天3000，3000，三千好像6而已。没有，今天什么都没看到，那就下去了。之前舅舅快到吓死，现在舅舅应该觉得这个后面很重。我那个刹不了车，要撞到背，我是记得我要撞到背。融化也会吹走，融到一半就会吹走。
降低之前，要不就是被风吹的降温，要不就是被风吹到空中，还没融化就被吹走。所以表层被晒的，我也一直被晒，就是只有表层会被晒，但是它晒没多久就飞到空中了。对。再一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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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！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方法，不用管，一下来回头去，过去就可以走，都很，都可以。那再一次好吗？关你啊！关你！所以没有人要来后面，那些人都跑去上面了，还是那个黑的也没什么人，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
很切，我一天一天到晚都很切啊。对啊，但是我是松懈很切啊。我跟你啊，这一次你要舒服的话，前面黑，那个黑就是在那边而已，然后下到那个蓝色。对，我们只有做过一次那个蓝色。还刚开一天哦。哎，越蓝越蓝。等车回家的地方，那也是停车场啊，就不算多哎、欸。真的吗？我觉得 Piolo 是我觉得那个靠谱。
が反応してます。
这样子骑到这个洞。
没想到我在树旁边，比较吵，就不会觉得看不到东西。裤子拉好，裤子拉好，你又这样，你到第三个都会被。你要雪会跑蛮高的呢，你内层都没拉，啊，卡在第一个。是啊，至少拉到第二个扣，上面算下来第二个。看得见欸，我现在是说外面，不是说里面。对啊对啊，我是说目前我还看得见呢。你看不见了吗？我那边有点雪。哎，对。可以拉下来一点点，会比较凉一点。你是说这里比较不吹风吗？这里没风啊。
罩拿掉，又好像又热死。我把嘴巴露出来一下。啊，我爬上去。我所以我把嘴巴拉开啊。好高哦。而且还擦成直的哎。我真掉了一下，叫我坐在地上耍赖。哈？是，我弄好了，但是我觉得很难穿呢。我还没把脚站，我好累哦。
手机现在没看清楚，就哦。飞出去了呀，真的，先是卡第一只脚，接着第二只脚，摆。板子还摆动吗？啊，板子摆动。没有，就踏住了。然后人就滑下去。摔倒就把口罩拉掉，不然我现在血迹就死了。
回去左边、哦，中间比较陡，啊、左右安全。我脚酸了。往前一点点去前面转弯。回头看，那一个那两个树中间可以回去。滑切了。啊，累。这里一次就可以了。对了。而且我们都安全骑
知道有人会想偷袭，但是我们两个不行。装着してください。また、疲れた場合は
尿尿后面那个切到红线，然后从红线。车都看到一个人插在上面，你自己帮自己插了一个，说这里有。
你要跟着小朋友走。只有那个拱多拉可以坐。哦，这是拱多拉。拱多拉左边有一个在动的。从这里下，然后对着拱多拉冲，大概是前面那一堆房子当中的左边那个门。好雾哦。台北第二之地，应该左边是那个松松黑，右边就是这个红，这样。这有车吗？这有在动吗？没有吧。最右边没在动，两个都没在动。我去偷看一下双双黑，我来决定一下哪个花起来比较不对。这边的红会有点。
会觉得奇怪。我觉得口罩上去啊，不对不对，大排队。不是，停了停了停了。可以，你怎么不来啊？是我错了，是你不来啊？个子不是刚走吗？阿寿，那你不来，然后我就会停下来。阿寿，你看，这个广州人，然后要从这个花园，但是等会再上厕所。这个的缺点是太多初级者卡住了，十四个人。那个面罩你也拿下来了吗？啊，没有哎、欸。我拿下来了，不过你的面罩已经滑下来了。刚就戴不是很住。啊是。又来贴了，又来贴了，能提升看不到。再拍一张。不同的位置各拍一张。对啊，右边那个黑的还是有人在挖馒头，后来就感觉到了，而且我还刮到一馒头，被我也刮出来。那边那你就去啊。我爱一定馒头。但是这里那么宽，所以不怀疑馒头。
都知道。好的意思，好的，前面的，
I think next time we'll do this. And my backpacks. And there is. Yep. Thank you.
Okay, yeah, if it's quick, yeah.
会放松。我用棒棒放棒棒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。下山牌子有没有写去花园？不够高，他可能还要再拉一个。那就选错了。我都完全不知道我在哪里。左边那个很高的那个啊，我们有回头，回头直接有一个黑线山谷。然后那个那时候就一副花脸。为什么你这些东西都记得住？然后那个黑线山谷，那个黑线山谷我有痛惨倒一次，然后那不是那个，哦，你说是 Ben 吗？他就路过，然后我们还在找板。那个是什么名字去啊？是 Ben 吗？还是不是？不是 Ben 的，忘了叫什么。阿布，阿布，他就来看一下，高高的，然后就走了。也你也找不到啊，他也摸不上来 啊，你要怎样？也用不着假意啊。是那个，对，那个高的是这样的。然后这一个的话，我印象中，我们曾经吃过后面那个，具体位置在哪？哇，花园旁边的吗？没有，就是后面，我们刚刚的拱多了。我知道我们吃过花园那边的那个。对，然后。在这附近，然后那个时候雪下很大，然后我们现在坐的这个缆车的前面就很厚很厚，就说啊那里有个缆车，然后要不要过去？我忘了我们是不是就直直穿过来，然后那个时候那个直直穿过来是雪很厚的，没什么人穿过来的那种状态，不像今天就一大堆人穿过来，然后我们没有穿。对，整个这个缆车我们有坐过，但是我忘了坐上还是什么，完全不记得，就一次。为什么你平常记性那么差，但你滑雪的事情都会记得啊？我哪有？但是我又要再拉点，我又很冷。还有我在上面呢、啊，就是想说，哎，这里插进去看看，结果咚就板子掉了。就是它的边边是硬的。然后反头插它，哦，那时候撞的。那个小腿有点痛，我们哪个？我猜这里应该是可以切花的。好冷哦，赶快去拿吃好吃的东西。不知道哎，那个他是不是要吃白费？那个要多少钱？我们又没有去吃。我们不是，就是他跟我们介绍说，如果吃了白费可以吃那个甜点吧。那我们当然就是没有要。现在没有要啊？对，这个，那这个直接线的右边往右走就是。真的吗？对，完全不好的。就是花园。而且是。我只怕我停下了，我对花园的印象。我这就是在那附近岔三次。是这边吗？好像有点不够高。是我不会的。好像不够高。Yeah.
形象就是要一直推啊。我也要吃，也太平了。我也要吃。天哪、啊！啊，要计算了。
冲，不敢再抖抖冲。这两个段子中间开始往下冲。我要去了。走。你先冲吗？我会追上。我现在转得过去，我会不会切过去再切回来？让我从中间往下。等人呢，现在没有这个服务了。我们之前好像就放外面，是鞋子有放进去而已。对啊，现在有没有人会出来欢迎你啊？现在人多。对啊，那时候没有客人是吧？哎呀，那时候新开吧，我觉得很新开。Thank you.
你转过去，你的帽子顶，头往上看。我的背包呢？我刚有帮你看背包。在后面呢、啊。你又要吃这个了？他现在有没有把鞋子放下？他现在不用。卖掉的。对。看一下嘛，我有的话换，因为那边我们有木头。啊？穿着鞋子去啊，但他现在没有那个服务了。不走。要吃哪一间？你掉了一种包。对啊。It's cut up.Please use locker G1, 2, 3 is located at third block.Thank you. 这样比较舒服。